刚刚呢，咱们花了一点时间呢，咱们把这个什么是可以迭代，什么是迭代器，给大家讲解一下。咱们看到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原来可以用 for 循环。啊，你讲了这么一大套，最后终于原来可以用 for 循环啊！我不用 for 循环，就是不是就刚刚你讲的就可以不用了？理论上讲是这么回事，但是这并不是核心点。核心点是什么？学完了迭代器到底和不学迭代器有什么区别？同学们，我举个例子，我接下来呢想需要有一些值。有可能有十个，有可能有二十个，也有可能一百个，有可能也有一万个。我需要有这样的值。我呢，说不定我一会儿要用一个，说不定我一会儿要用一个。那么有这么两种方案：第一种，先找一个列表，管它三七二十一呢，先给它存起来。你什么时候用，你取不就完了吗？可以吧？列表存起来。第二种，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生成。我保存的是生成那个值的方式，而不是生成的结果。那这两方式有什么区别的吗？我打个比方，我这个人呢比较懒，对吧？啊，一般懒的人都比较胖，我一般的比较懒，干啥呢？我能让电脑办的，对吧？我能自动化搞定的，我绝对不会用手去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在楼上，比方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在楼上，我打个比方，我没怎么干，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我在北京，我这个星期我不想下去，不想下楼了，对吧？我这个星期我不上课，不想下楼怎么办呢？但是你还得出去，你得吃饭呀，是吧？你上卫生间没问题，对吧？你喝水没问题，去那个什么厨房里都有，对吧？那关键点是你是吃饭呀，你又不做哪来的饭呢？所以说我怎么办呢？我想了个办法，我下去呢，反正这一天要吃饭，我下去买上20块钱的馒头，这总可以了吧？能够吃个好几天了吧？我下去买了那么多馒头，那产生了个问题，我买那么多馒头，请问是不是一大包，对吧？一大包放哪？放冰箱吗？扔冰箱里边去。好了，放冰箱里边去。请问，我一看到我冰箱里边是有很多东西，请问我想要放馒头的话，你多多少少要把冰箱给。腾挪出一些空间来说，把馒头放在里边去吧。每天吃一个，每天吃一个，每天吃一个。第一种方式，我为了未来要吃馒头，我先买一大坨的馒头放在那儿，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第二种，什么时候想吃饭了，我什么时候下去买一个馒头，这可以吧？两种方案，哪种方案好呢？他就说，东哥，当然是你第一种了，先买上一个星期的馒头，这不用下楼了，是吧？可以。那我要问你了，我一年不想下楼，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一年买了呗？咱不说变不变质的问题，请问你一年的馒头放在哪？没地儿放，没错，同学们。其实意思就来了，如果在一个程序里边，我接下来想需要很多个值，第一种方案，先找个列表把这些值存起来，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种方案，不要先存那些值到列表，而是先存储怎么生成那些值的方式。我什么时候需要一个，我什么时候现生成一个，请问可以吧？那么这两种方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第一种方案要占用大量的内存空间，听懂我意思吗？第二种方案只占用生成这个值的那个代码就可以了，所以说呢，那个占用的空间是不是相当小呀？那么最后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咱们之所以学迭代器，就只有这么一个目的，能实现一些数据啊，而且还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能听懂我意思了吗？这就是它。来，我以 IPython 2为例，如果你在乌班图里边敲的是 IPython 没有写3，那么它默认就是用了 Python 2的7，听懂我意思吗？我接下来有个东西啊，接下来有个东西 range， 比方说写个100啊10，请问这啥意思，同吗？这是面试题啊，这啥意思啊？是不是得到了一个列表啊？我如果写100，那意味着啥呀？立马生成一个列表，这个列表里边有100个元素0.99，那如果写1000呢，对吧？如果写10000呢，最后看的是不是3个点啊？它没有全给你显示出来，你显示10000行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呢，它就给你省略了，听懂意思了吧？超过1000行之后呢，它就默认给你省略了。那么你多加几个零，请问看着，哎，它干啥呢？它在干什么？它现在在干什么呢？它现在正在生成，你听懂我意思了吧？啊 ，Ctrl C 啊，那不 Ctrl C， 他有没有发现是不是也这么妥了？那你言外之意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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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够长吧？啊，看看啊，有可能真的创建成功哈。那么请问，零存一个，一存一个，二存一个，这是多少？读都没法读是吧？反正这么大的一个值，那就没生成呗，就放到里边流去。请问是不是当前我刚刚敲的这个东西的一个意思了吧 ？Ctrl C 同学们啊，把它杀死啊 ！Ctrl C 还死不掉呢。那这就尴尬了是吧？肯定死不掉怎么办呢？打开个新标签，然后 PS PS-AUX， 然后找一找他那个值是谁呢？这个
应该是这个啊。你看、啊、这个地方是用他用的内存空间，应该是啊，这个是他用的内存空间。那么我应该 SAT 它，它就是50740 ，PIL 50740，走。OK， 看看啊，是吧？已经被我干死了啊。好了，你不管怎么说，已经死了。同学们，你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我为了存储这么多数据，我是不是接下来我找了个 range， 是不是它返回这个列表呀、啊？它占用空间太大了。也就是说，同学们，一点，在 Python 2当中 ，range 写上10，返回一个列表里边有10个；写上100，返回100个元素的列表；写上10000、1000万、100亿，里边绝对是一个列表。列表意味着什么呢？线生成。你刚刚敲上这个东西，你按回车，它立马就要生成。你写上10000这个地方有10000，你写1000万是不是就是1000万？它立马要生成很多很多占大量的内存空间。你想吗？你的程序啥事还没干呢，就为了存储这个列表已经占据了那么大空间，这太不合适了，这个方式绝对不行。如果你要是说十亿可以，我说它1000万亿，对吧？啊，我说我都不会说的那个词语，那个数量大，你根本就没法整，怎么办呢？同学们，在这里边呢，我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有个十啊，看一下这个，你没发现有个叫 charange 啊？哎 ，charange 它返回为什么没有返回十呢 ？charange 它返回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对象了。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比方说叫啊，叫做 test obj 啊 ，test obj。那么 help 啊 ，test obj。那么 test obj 呢，它在这个地方呢，它是生成了，你看它是 like range 啊 ，but instead of return a list， return an object that 什么 generated the number in the range 什么什么的。这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较像 range， 但是呢，它用一个但是它返回的是一个可以从这个范围里边去取值的这么一个对象，替代了返回一个列表。听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就是言之，它和它不一样。简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是用了这个东西，那么言外之意就是它占用了极小的空间。它里边存的是什么呢？存的不是生成的这十个值，而是存储的生成这十个值的那个方式。你听懂我想说什么了吧？什么时候调，什么时候生成。好了，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面试题。面试题是这么问的 ：range 和 charange 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想把这个面试题答得非常漂亮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要牵扯到咱们刚刚讲解的迭代器，听懂了吧？那么迭代器最终有什么优点？能够实现 for， 能够让你去取里边的数据，但是切记，它里边存的不是生成那个数据的结果，而是生成那个数据的方式，听懂了吧？我为了吃馒头，我得下去买馒头，这个多麻烦呀！我怎么办呢？我下去花5毛钱，花5块钱，我买一个做馒头的秘方，我放在那儿。前面这个事是不是解了吧？什么时候吃馒头，我剁一下不就完了吗？当然，如果不会做的话，你去找个媳妇儿嘛，这不是就解了吗？对吧？啊，所以说你媳妇儿，我饿了，给我做个馒头吃，让她给你做个馒头吃，没解了吗？也不用花钱买，同学们，最终的特点还得找个媳妇儿，是吧？好了，那么在这个地方 ，charange 返回的是一个可以迭代的对象，什么时候调，什么时候取。什么时候生成，占用极小的内存空间，而 range 返回的是一个数据的结果，需要占用大量的空间，听懂意思吗？ Python 2里边确确实实就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到了 Python 3， range 写成10，什么意思啊？你们发现返回的不是列表了吧？ Python 3里边已经意识到了写 range 啊，因为 range 经常用嘛，所以说 Python 3里边就把这个 range 呢相当于替换成了 Python 2里边的 charange， 你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呢就减少了你出现这种大量内存啊的可能性啊，让你用更小的内存空间，而且还能执行代码就行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听懂我想说的迭代器的优点了吧？请问迭代器有什么优点啊？哎，迭代器要比那种返回列表的方式是不是占用极小的空间了吧？迭代器最终存储的是什么，同学们？存储的是生成这个数据的方式，而不是存储的这个数据的结果。听懂我意思了吗？其实这就是迭代器的优点，能理解我意思啊？好了，这是它。好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同学们，我简单来说啊，迭代器的优点就是这样的啊，迭代器的优点就是占用极小的内存空间来去实现。那么在咱们这个课件上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案例啊，有个案例什么呢？数学当中啊，有个比较出名的斐波那契啊，斐波那契数列啊，数列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数列，请你今天中午打电话给你的高中老师，你说等差数列是什么，等比数列是什么，你的高中老师绝对会给你详细解答的，是吧？啊，有真的有可能打你一巴掌，对吧？我教的你没学吗？是吧？接下来有可能。
啊，你说老师，我上高中的时候学了，然后十年之后我才用呀，都忘了，这是有可能这样的啊。好了，斐波那契数列是什么意思呢？除了第一个是零，第二个是一之外，剩下的这些值都是前两个字的和。举例的，一是这两个和，二是这两个和，三啊三是这两个和。举例的，二十一是这两个和，听懂我意思了吧？这就叫斐波那契数列。那么咱们这个斐波那契数列这个值呢，简而言之啊，你想要用，我接下来有两种方案，请问同学们，咱们就简单演示一下啊。咱们先用第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斐波那契数列，即简而言之什么呢？我现在要for 循环的方式，我便利十个斐波那契数列的值。请问同学们，第一种方案，我是不是先找个列表，把生成的斐波那契数列值扔到列表里面去，我接下来 for 循环便利这个列表，可以吧？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是不是就用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叫什么？是不是迭代器啊？好了，咱们先说第一种方式。想要用第一种方式，那你就先找到斐波那契数列的这个值的生成的规律，对吧，同学们？怎么做的呢？如果同学们大家注意想一下啊，如果我有两个变量，一个是 a， 一个是 b。a 等于零 ，b 等于一，可以吧？我取此时的 a 的值，请问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零啊？接下来我做一件事情啊，接下来我做一件事情，干什么呢？让它往这挪，让它往这挪。那么请问是否有意味着刚刚的 a 现在变成了存储的是 b 的值？然后刚刚的 b 是不是变成了 a 加 b 的值了吧？那最后的结论呢，就得到了。想要完成斐波那契数列的结果啊，很简单 ，a 等于一个零 ，b 等于一个一，然后请问此时看着 a。a 是不是就第一个斐波那契数列值了吧？第二个斐波那契数列值我怎么得的呢 ？a 逗号 b 等于 b 逗号 a 加 b， 这啥意思啊？先算谁？你告诉我先算谁？先算等号右边，等号右边写上一个变量逗号，请问这叫什么啊？实际上就是个元组啊，等号后面实际上就是个元组，听懂我意思吗？实际上就是个元组，这个元组请问这个值是谁啊 ？b 是谁啊？那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元组 b 的值就是一，然后 a 加 b 就是零啊，就是零加一，请问是这个道理了吧？好了，接下来我等号右边是一个元组，我把这个元组拆包成 a、b 两个里边这个值，请问 a 变成了谁？一 ，b 变成了谁 ？a 加 b 的结果是不是也是一啊？好了，我再打印一下 a 的结果，一，这是第二个斐波那契数列值。我接下来把这个式子再执行一遍，那么我再打印一下它的值，我再执行一遍，我再打印它的值。来，他们看，再执行一遍，再打印，执行了两遍了啊，刚刚执行两遍了，我再执行一遍，打印一遍，执行一遍，打印一遍，大家看，刚刚那个地方应该是三，省了个三，听懂了吧？忘了打了，这个地方忘了打啊，你没发现是不是这就是斐波那契数列的值啊？我现在想拥有十个斐波那契数列值，我应该怎么办 ？VM 零六啊，输入法啊，斐波那契啊，杠一叫 PY。好了，来，同学们，我接下来想用 for 循环的方式便利斐波那契数列值 for numbers in 一个什么东西呢？比方说 numbers 啊 ，numbers。那么我 print 我大方向是我便利。那么我便利的话，请问同学们，我是不是已经有这个 numbers 了吧？怎么办呢？我先一个 numbers， 它等于一个 list， 它是个列表。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写个东西，是往里边添加呀 ？A 刚刚的结论是 a 等于零，接下来 b 等于一。接下来你生成一次，来，同学们怎么做啊？生成一次就是 a 逗号 b 等于 b 逗号 a 加 b， 没问题吧？请问在执行这句话之前，那个 a 是不是我需要先添加一次啊？来看 numbers 点 append a， 请问 a 是不是进去了吧？我执行完第八行的这一句话之后，我应该怎么着啊？我是不是应该再添加一次啊？好了，来，同学们来看，那么最后的结论啊，这个等乖乖啊，再 P 一下子，我再来一个啊，你看。刚开始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要是再来一次的话，是不是再 append 一次第三个了吧？你没发现接下来我要是再 y 一次，接下来再 p 再 p 再 p， 你每掉一次 append 是添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如果再来一个，请问十个是不是就可以了吧？那有了之后，我接下来 for 循环是不是就可以便利这个东西啊？请问我这么写代码是不是冗余量是不是相当大呀？什么叫冗余知道吧？相同的代码有重复的，是不是就重复的代码是不是相当多呀？这就叫做冗余，怎么办呢吗？用什么来替代？是不是 for 循环了吧 ？for i， 比方说小于啊，这个几呢？比方说小于十，那么我再来一个 i 啊，等于啊，等于哎，这个啊，空格 i 等于零，用 i 来标记个数，来，同学们，这是不是第一个了吧？生成了第一个之后，我什么时候再退出呢？接下来代码就不要了啊，接下来代码就不要了，选中这些 d。不要了，
姐妹们，我每生成一次是不是 i 是不是就应该加等一啊？每生成一次 i 加等一，那么接下来这个哥们是不是循环死掉了吧？借你这个值是不是循环，这个代码是不是循环调用十次啊？调用十次之后是不是这里边就添加了四个值啊？接下来我 for 循环把那四个值打出来，咱看啊，很简单，我没有小函数啊，零零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没问题吧？随便找一个，来，咱找这个，八是五加三的结果，再找一个二十一是它来的结果，请问没问题，同吧？斐波那契数列值 ，OK， 来了。记第一种方案，我想要得到十个斐波那契数列值，我看一看。第一种方案，找一个列表存起来，可以吧，同吧？第二种方案怎么做呢 ？copy 一份零几啊，零五，然后零七，斐波那契杠二，然后迭代器啊，迭代器点 py，vim 零七，来，同学们打开。啊，打开这个啊，把字体稍微放的大一点啊。打开之后，这个之后我能删的啊，全把它删掉。Return self， 奥特曼，我接下来我就用这个东西来实现啊，其他的我该删的我全删掉，不用的我全删掉，不要了，删。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啊，删除。好了，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它就不能叫做 classmate 了，对吧？我接下来再教给大家一个，东西。如果你想把所有的这个代码里边的某一个变量啊，某个变量的名字给它改了，怎么做呢？先回到冒号模式，来上一个百分 s， 然后一二三，来上三个斜杠，来上一个 g， 在前两个斜杠之间写上你要修改谁 ，classmate。第二个和第三个斜杠之间想要给它改成谁，听懂意思了吧？斐波那契。好了，三二一，走。那么整篇文章当中所有的那个通通会换成这个，能理解我意思了吗？好了，就那么简单啊，那么就是对下边这个啊，对下边这个就是这个命令，冒号模式的命令。那么接下来我要干件什么事情呢？我先创建一个斐波那契的这么一个对象，大家看这样，同学们，斐波啊，就我这斐波了啊，斐波等于斐波那契，你生成几个斐波那契数列值呢？十个。和为了保证和咱们之前那个列表那个个数一样，我写了个十，请问同学们，我传了个十意味着什么啊？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你接说二大 G 跳过去之后，比方说 all number 等于十，那么 all number 等于十，来同学们，那么这个地方咱是怎么着啊？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就 self 点all 下划线 numbers 是不是就等于 all number， 是不是存起来了吧？好了，列表删除，来同学们 add，但没有 add 了就不要了。你接下来想生成那个斐波那契数列的结果，核心点是什么呢？核心点是在你的第二十一行，二十一大 G 跳过去，我这个地方呢变成这个对象。我刚刚是不是创建了这个对象？我接下来是不是 for 这个对象了吧？我 for 这个对象的时候，这个就不叫 name 了，叫什么呢？叫做 number。我接下来把 number 给它打出来 ，number 啊 ，number n u m， 把这个删除，哎，懂吗？创建一个对象，我接下来 for 循环去取这个对象，只要这里边把斐波那契数列的结果给我看到了，请问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吧？怎么做的呢？这里边，请问同学们，大体上是不是你要修改的是这附近这个代码了吧？你把这附近代码给它改了，那对冲不计结果结束了吗？基本上差不多都能想。好了，同学们，那么这个地方咱们有个 self 点 a 等于零 ，self 点 b 等于一，可以吧？写完这两个东西之后，来，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应该干什么？这个地方应该是小于谁啊？如果 current 小于 self 点 all number， 叫 all number 啊，多加了个 s 啊 ，all number， 来，同学们，只要你生成的个数小于我的最大的个数，请问我接下来是不是这个条件满足啊？我 it 是几？我接下来是不是就返回几吧？那 it 等于几啊？啊 ，it 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不是等于 self 点 a 呀？那么接下来我应该干什么事情？你看第一次的时候，请问 A 里边是不是就是斐波那契数列的结果啊？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呀 ？self 点 A 逗号 self 点 B 等于 self 点 B 逗号 self 点 A 加 self 点 B， 是这么写吧？不就是你原来 A B 前面没有 self， 你既然现在已经把它整成了属性，前面是不是都要加上 self 了吧？这是不是就解了吗？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要加一，什么加一啊 ？current 啊，你生成了第多少个值啊？加等于一，把它加上一。好了，把空格删掉，抹掉。那么你第一次的时候的值不是零吗？我先把零存起来，我目的是返回这个零，但是呢返回之前我是不是要把斐波那契数列值先给你整一整，
下一次的时候是我就知道用取谁了吧。好了，背后咱们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也可以实现这个东西啊，懂吗？来，大家再看，回头来啊，你回头来看，这里边整篇这个程序里边从来没见过列表，没错吧？这里边就没有列表来存储你生成的结果。那么内容方式是不是咱们是不是找了一个列表，是不是存储了所有的斐波那契出来的结果了吧？所以说你能看得出区别了吧？那一个两个是一点区别都没有的，但是有一千万个呢，我这个代码占用的空间相当小，请问到底占了哪些空间啊？你没发现就是这么一点生成斐波那契数列的代码了吧？而那个列表的那个方式是不是已经占了极大的空间来保存了一千个斐波那契数列的值呀？所以说区别就在这儿，能理解我意思啊？两种方式不一样，这个代码斐波那契数列的这个代码写出来写不出来这没关系，在你脑海里边你要知道什么是重点，通过迭代器咱能保证了我能有一些代码，这个代码是用来干什么的，来生成一个值的，什么时候调我就什么时候生成，减少了内存空间。那么如果要说列表的话，我得先生成接下来再用，是不是占用大量内存空间，把这个理解了就可以了，这个代码写不写无所谓。好，同学们，接下来两分钟理解一下啊，理解一下啊。